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arlene， 今天是7月14日，今天是 Baby Miwa 会员优先专享场次的。那这个活动呢就要在 Klook 那里预先优先报名啦，那我就 book 了4点3至4点半场的。那我们就现在出发去铜锣湾时代广场二楼中庭啦。那首先要上一条很长的电梯啦，那期间你就会见到所有成员的名字啊、相啊在旁边的。咁順便可以喺嗰度打卡，但係記住要小心安全啦，要緊握扶手。咁首先就要喺中庭嘅最左手邊 Pop-up Store 等待區嗰度等待。咁大家喺 Klook 買咗邊段時間，就要記得預早15分鐘嚟排隊啦。咁我就而家等緊，好快到我入去啦。當夠鐘可以入去嗰陣咧，職員就會俾張入場券你啦。咁你到時交翻俾門口嗰位姐姐，跟住就喺個位嗰度排隊買嘢。咁每買2個樽仔咧，就會隨機送出1個卡套啦。另外加1蚊咧，就可以有個袋啦。咁你記得咧，首先要 check 咗嗰個樽有冇問題喎，冇問題就開始可以載公仔噶啦。咁由於時間關係，得15分鐘啦，我都影俾大家睇一睇嘅。咁15分鐘都真係好趕，因為你又要揀成員啦，揀完之後你要握好個樽喎。咁握個情況咧，就必須要塞得入咯，同埋唔可以趌少少出嚟都唔得嘅。如果趌得少少出嚟，就要放棄一隻噶啦。同埋隔離係會有職員 check 住嘅 ，check 啱咗咧，幫你吸引先可以走得。我喺度好努力咁塞緊 AK BB 同埋 Eden BB 落去，無求塞得多一隻為多一隻。我喺最後1分鐘終於完成曬2樽啦，咁而家就打埋卡就走得啦。想讲呢个抽抽包好唔得咯，完全唔使拆开，喺上面搣开已经系可以睇到系咩啦。咁啊，转眼间我就落翻露天广场嗰度，去翻呢个影相区呢度排队啦。好啦，总结今日呢个活动嚟讲，我觉得真系非常之赶，每边都系得15分钟时间，所以真系好赶啊！好，咁翻到屋企再开箱俾大家睇。我咁快就翻咗屋企啦，咁就而家就开箱呢个 Baby Miwa 嘅，究竟我可以入咗几多粒呢？41，E人呢樽系有41粒嘅，我而家就开第二樽，睇呢个有几多粒。1、3、2、3、3、3、4、3、5、3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43，我呢樽系有43粒嘅，最紧要吸得埋个盖啊！而家时间关系，梗系唔吸啦。咁今日条影片就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中意就俾 like 同埋订阅我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